我先召唤腔调的鹦鹉。啊，对了，帅哥，我问你哦，嗯，像那种有所 IP 限制的影片啊，或者是游戏，你都是怎么载、怎么看的、啊？哦，当然是原厂地日本啊。屁啦，最好是那那都锁 IP 哎、欸，你说看就看哦。嗯，阿麦 ，Star Emporia。吸业配攻击，我当然明白，这种不能略过的业配是最讨人厌的，而且还很破坏观影体验。但是业配就是要把厂商的讯息传递给潜在客户，同时还让观众看得快乐的重要沟通过程。而我要做的就是这件事，你现在就要大口的吞下去。我就躲在看一次影片的你需要这个酷东西，所以我来跟你沟通。哼，做成 VPN 是有多屌？他了不起就是去那种被限制 IP 的地方，或是看一些封锁 IP 的影片而已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其他牌的 VPN 也办得到哦。你还是给我乖乖的回去做影片啊！这样子的话，果然也配。你用 Rode VPN 有高级 IP 保护功能加来卡。也配！无论是 App 本身或是网站，全部都支援繁体中文化。也配！Rode VPN 甚至支援一个账号多个平台使用，怎么样？心动了吧？那你居然逃走了？太天真了，帅狗，这是我的逃生路线的。The World。动不了了。我的 VPN 在全球超过5500个伺服器，网络速度可谓是一流啊，跟三流的 VPN 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业配，我要快离开这危险的地方。这个业配太危险了，这个业配太危险了。你的共用 IP 已经客满了，我的 VPN 可是有一人专用的 IP 位置啊。哼，没办法。服务品质真的差太多了，还有很多功能我根本来不及说。不要，这有损我免肥仔的尊严，我绝不会给他们一分一毫钱的。那种东西呢，想去哪就去哪，顺上看节目来的快乐。现在就拿我专属的序号去体验商品。哦，30天全额退费，有这么好的事？去吧，通往新世界的大门，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跟简介了。